的是这个。哇，好大颗哦！大家好，我们是与你分享 ，It's Family。我们现在在苗栗大湖，又到了采草莓的季节了。我们现在在名品牛奶草莓园，这家店的老板真的非常亲切。我们赶快带小朋友采草莓喽 ，Go！ 给你。老板，你看到草莓了吗？对。这里。不要摸到草莓。不要剪太短。留一点根，为什么？这样它比较不会那么容易快坏掉。有点大。这里还有一颗大颗的。好啊，是两颗，不管什么。好，两颗。哦，小心我的手啊！好。这有好几颗了，大概有四颗。来看。这是刚刚点的，我们去寻找别的草莓吧。好，来，是这样拿剪刀吗？嗯，给我，怕我手。你为什么怕我手？不是怕你手，结果是夹到外婆的手。这还蛮大的，来。下面一点，好、啊，它好像什么、啊、花、啊，那个整理花园的剪拿法。这边也有草莓哦，哇，一连来了三颗这么红的耶！其实我觉得草莓啊，大不大颗没关系，红是重点，就是要熟啦。对，看好漂亮。放根回去还要放一下。是要留一点这样筋，对，让它才不会那么快老掉，这样比较有水分。这颗比较大一点点。嗯、其实假日很多人都已经采过一轮，对，可能真正那种大颗的都已经被别人捡走了。我下次要更早来，我这次太晚来了，现在太阳都快下山了。现在也蛮会剪，快剪到妈妈的手了，好不好？好吧，可以，不要丢它。我不能乱丢哦，他们对，它才不会烂掉。嗯，在哪里？这边。找到了吗？肯定可以。躲起来啦，被芝宝发现了。好，可以吗？可以。那么就先剪才知道。我看一下。好的，好，轻轻放哦，轻轻放。这家名品草莓园呢、啊，它不是在那个大湖那种主要干道上，对，它是有点在半山腰上，对，所以这边风景又更壮丽，人也相对少一点点，外面的人太夸张了，挤爆了，因为之前都在下雨。然后，所以平时假日要来都不方便。然后最近天气好一点了，大家赶快出来采草莓，好像草莓就觉得很不够一样，都被大家吃光光了，不够采呢。徒手拔了一个草莓，因为剪刀都被他们拿走，于是我就截断一个。其实是留这一段这样就。对，这样子。一点点，一点点吗？现在做植物观察。剪，就这么吃吧，我觉得这个会很甜。你还要想要滚下来啊？滚了没？下来了。把它剪坏掉，这都新的，新的还没长好。好，回去要吃哦。啊。这好玩吗？采草莓真的太好玩了！我们来看一下小朋友采了多少草莓。
什么？草莓。谁捡的？是你捡的吗？哦，你捡的也不少呢，好几十颗哎，好玩吗？好玩。我们来看姐姐的。大丰收，大丰收啊！最大的草莓是什么？哇，好大颗哦！那你采了多少？我不知道，太多了。太多了。算了，我们还是找老板好了。今天的价格是一斤380，我们看一下这样子，芝宝跟哈哈两个加在一起，放入箱子会多少钱呢？好的，称完了，哎呦，又多了两个进来，这一盒是460元，超级新鲜的草莓哦。采草莓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亲子活动哦，趁着这个冬天这个季节啊，可以带小朋友过来玩哦。这里是苗栗大湖的名品草莓园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是与你分享 SS Family， 请帮我的频道按下订阅、赞、分享，还有开小铃铛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